虎背岩吃奇异果。不要吃了。就换手拿。另一只手拿会不会比较好吃呢？试试看。哎呀，听一下，感觉不妙。咬一口，哎呦，怎么不一样？怎么一样呢？跟左右手拿的是一样的味道。还是放一下好了。再吃一口看看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奇怪的味道？这是什么味道？为什么口水变多的感觉呢？再换一只手看看，这样会比较好吃一点呢。到哪儿了？敲烂一点，敲烂一点，给它吃吃看，会不会比较好吃？味道会不一样。怎么感觉还是一样呢？